哟，这黄金是不是啊？黄金哇，有了10个了，放进去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收集10个。<笑>小帮手，挖矿游戏是不是？这里有龙渣哎、欸，这是有什么东西？暗伤，感觉装备导航地图怎么小小的感觉啊？哎、欸，这里怎么啊？哎、欸，阿小帮手，在这楼梯，你看按 C 呀、啊，就把它叫上去了。按 C 可以叫他。 你有人叫的话，要说一下，不然他一直跑来跑去。哎<笑>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们可以还有更上面呢、欸。有上面可以走啊，上面可以走、欸。哎，要怎么上去？那也太难了吧？要挖上去是不是？有，好像是繁星吧？你好，你123切换一下，你有没有那个？我有个钩锁可以用。没有哎、欸，123吗？4。对啊。3。 我是电钻手枪3呢，我的3是说什么探测器？哎、欸，滑索工具是这个、喔，滑索工具啊，对对对对，这什么、啊？我们开枪，变成黄黄的东西，这是什么？这可以走的吗？没有，它是一般岩石。这游戏都是什么？变成可以盖楼梯的吗？哇！哦，你盖楼梯，你怎么弄的啊？滑索枪，就我的技能，混凝土泡沫，那有办法爬？ 爬到这个上面吗？你们看这里上面有没有一个很大的洞？有啊，哪里？就我们这中间啊。我看一下，这是洞的最底下啊。我看一下，我把它盖过去。好，你研究一下。啊、这怎么弄个洞？讲<笑>话尊重包容友善，嗯。抱歉，<笑>不行，我要有东西摸到，你看像我只能在我原地射出一发这个出来。了解。 对啊，所以上面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上不去了。还是说，其实我们是要往深层的地方走，往下挖吗？不用 Abe 探测，我这里感觉前面还有路哎、欸，可能要挖过去。把自己埋住了。来，标记，这样你们看得到标记吗？有吗？好，有虫啊！有东西在叫，哪里？有虫！有虫！哪里虫？ 哎，摔伤我的吗？会啊，哎，好多虫，你们哪来的虫？怎么来的？我不知道，有人去挖，好像。嗯嗯，盔甲，盔甲，盔甲，从虫补血，要怎么补血？我杀他，我杀他，我杀他，修盾盾，修盾盾，小心哦，子弹有限哦。子弹有限，完了。对啊，要哎哎哎哎，他那个毒有毒，他死掉会中毒。哦哦哦，那你们从哪来的？啊，挖这个可以补血，是不是？ 对，哦，那个红红血矿就是补血，是不是？对。好。谢谢。然后我还在想要怎么上去。我刚刚有盖血楼，我刚刚盖血楼。哦，可以，那也可以上去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因为我看盖楼梯，我看 Tab 的扫描，这里前面还有洞窟。那就用挖的吗？挖过去？这刚我挖的。 没有没有，就是还要再更过去，对，继续挖过去，前面有大洞窟，有时候可以用那个 tab 去扫描一下，后面有怪吗？还是怎样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伙伴小伙伴，好好小伙伴，有吗有吗？加油，持续往前，好像要往下一点哦，能不能帮忙挖？嗯，红色的是谁？ 就一群人看着我在那里挖，往下往下，为什么你一直往上啊？好好，哎，到了到了到了，有洞窟，有洞窟。这个化石，哎，那化石可以拿吗？挖挖，有了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化石拿到。等你们怎么在那里？我刚刚有看到教学，他说要挖这个棕色的土，就可以通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哦，棕色的土 ，OK。把它挖穿，就是现在在挖的这个土。可是我们不是从那里来的吗？ 可是这里没路啦，所以要回去。我这边下面还有，可以多善用那个 tab 可以看。只是这里有点挤，他是不是没有蹲下键？没有。他这么矮，你要他蹲下？对啊，矮人不能蹲下，是不是？不能吗？膝盖会受伤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按错了，对不起。尊重包容友善啊，别乱来哦。抱歉，按错了。有前面亮亮的。<笑> 谁在挖脚下？我在挖你的脚下。我在挖。这里很大，有没有？上面那都是。这什么
你可以放个那个垫脚石就可以上去。哦，有怪，有怪化石呢、欸、我烧他们，有持续烧伤害吗？好像有。 OK， 哇、哦、你们这好凶哦、欸、我的是榴弹呢、欸、斧头这样还可以捡回来吗？哎、欸、我的斧头好恶心哦。哎呦哎，站起来站起来 OK， 站起来 OK。 有人在偷打哦。哎，上面这个谁是挖得到？彩彩不是可以？等一下，谁在爆炸？呼呼，彩彩不是有那个垫脚石可以用吗？有啊，哪里？这里上面啊，头上、这个、头上抬头，标记了哎，过去哎，丢斧头 OK， 按一哦，我吃东西，上面交给你们咯。我来看看还有什么。行，蓝水晶有虫，我来打、嗯、欸，打掉了，我听到一些虫虫的声音。蓝水晶拿了也不晓得干嘛、欸、有敌人来了，很多来了，哪里等一下，下面是一个虫窟欸。丢炸弹下去吗？不晓得，我先召唤我们的小帮手，来存一下矿。我在存了，我叫了。我在存。我们有了42个了，54个了。那就走喽。下去喽。只有摔伤吗？哎、欸，是不是会摔伤？那个是谁啊？在那边有一点。我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。不要打你，我没打你、啊。我怕你们射我。没有。我会害怕。怕什么？都过去找你们了，你们小心哦、喔。枪会过热啊！大量虫虫过来，我站前面烧他们。好多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侧边烧。这里有一只漏掉。斧头。我有。哎、欸，我扔到什么？哎、欸，有一只摇头，他是死了没啊？应该死了。哎、欸，吃我的斧头，我斧头那么多。哎、欸，他没有爆头啊，没办法爆头。对啊，我刚刚也在想，怎么都没爆头。后面，小心。我明明朝着他脸开枪啊。我们需要那个彩彩，我们要电下去，或者小心。或者繁星的那个钩锁，让我们下去试试看，不然他们一直来。现在去哪里？等一下，往下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那虫虫一直来啊！我勾不到啊！我死了，我死！后退！把它清掉了、欸，我看能盖。斧头！啊！我被弹下去了。你下去了？什么？你被弹下去了？你死了吗？我怎么被弹下去？我还没完全死，可以下来救我。可是那我们就是要繁星的钩了。没有，够不到。其实可以慢慢下去吧。用挖的，用挖的哦。啊，用挖的下来哦。这样下去对吗？哎，哦，没有斧头了。小帮手，哎，啊，我没有斧头了。谢喽！你们都直接下去了是不是？直接跳下来了。谢喽！好，好，直接下！喂，超痛，好不好？护甲全掉了。对啊，我直接差点死掉。猫猫虫用，它叫猫猫虫。打掉。好了，来挖矿。这是什么矿？看一下，欸、地上的虫。蓝水晶，你的虫虫要弄掉。哎呦，战斧回收。我去补血。哎、欸，按错了 F，OK OK。都没看到莫林死啊，都是别的。欸、这边有很多那个红血晶，可以治疗，你们治疗一下。前面很多。你真的也超多的。对。啊！标记，谢了。是什么？前面还有怪的感觉哦。慢了。
我要。这里很多，泥浆果超多的，橙、淀粉、坚果。喵喵喵喵喵！你可以吃，可以吃。这里很多补血啊！你们看那个谁，居居，你起来没有？哦，有，满了满了啊！多的我就可以留着，说不定以后可以用到。对啊，就放着吧。黄金怎么都没有墨灵石啊？好难找。哎呦，化石在上面。哪里？啊，这里。我看，化石要拿，要拿哦。哦，这里啊。不会，不会恐怖啊！那臭虫打他们输呀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全部都烧爆！只可惜他这子弹数量有限，缩满了、欸。啊，那所以你要叫那个小帮手两颗而已吗？叫小帮手来。小帮手叫茉莉耶。真的、哦？茉莉啊，叫茉莉来。这是我们刚刚的地方吗？是吗？不像，不是吧？走一走会有点呛。那里有褐色的土，可以哇，看应该是暗武呼叫。你们需要消吗？不需要。花费消圈。这个啊，我是在挖这个红红的。我是那个补给舱即将抵达，我召唤补给枪了。补给舱，它可能可以补给我们一些东东。哦，哦，子弹是不是。哦对，进行补给可以补 50%。拿弹药，拿弹药。你听到这叫的声音？在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亮的。哎，有虫，虫在后面，有虫在后面。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我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后面有臭虫，后面有臭虫，很多、哦。刚好我们补给好。等一下，我没有补给到。我没补给到、欸，哎。没，那你们后退后退，我有补给，我来打。哦，这里啦，这里啦，踩踩过来一点。对对，我刚刚有标记，看多看多看那个标记。不是你要转到一面，它有一面才能补。哦，因为它有四面，对对对对对有两面我。有，我找到了。OK。那第一次招它，下次会把它招到平原一点。嗯。小帮手过来。是谁？来存一点，存一点，存矿。泥土我记得挖开，所以哎、欸，这里有泥土，看看谁来挖一下。哦，好像别有洞天哦。哪里？里面像是礼物一样的东西。来帮忙。所以看到泥土就是挖开就对了。你看这是什么啊？对啊，这是礼物吧？装饰球。圣诞节的哎，冲！有怪有怪有怪啊！那怪，白痴、喔，有礼物也有怪，还有射出来，射出什么？钩索。好，小猫猫虫。哎呦，下手下手下手！我们现在要找那个墨灵石，然后另外的话是这个消团的话，收集消团我就可以召唤那个补给了。每个人都可以吧？不是暗武不是吗？啊你哦，每个人都可以啊。对，我刚刚有看到，所以才拼命在挖消团。谁标记上面是什么消团、啊？消团没关系，我们先往前，现在子弹应该还够。对，人缺血，哎、欸，前面有怪哦。叫声，头上有消团。猫猫虫，烧死你！吃我斧头啦！哎、欸，这里，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莫灵石，这里，可以挖。哎，挖到吗？阿姨，你不是可以那个吗？啊，好哦，在上面就是交给你了。喂，这里化石还蛮多的哦，我这边找到很多化石。OK， 又有化石。OK， follow me， 都有跟到哈。有，啊，有莫灵石，好像走到底了。这是要跑酷的意思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，还要跑酷？哎、欸，忽然间，没有，我在找那个化石，我拿不到。哎、欸，可不可以啊？白菜啊，需要垫脚石。你试试看这个可不可以？哦，这高手哦！哎，干什么？怎么、啊？小心，小心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在试了。可以吗？可以耶。这里、哦、可以哦。好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他是按一直接拿英文字的一。
我按一次，没有按一，这是要跳下来的瞬间拿，是不是？好，碎、哦。OK OK， 然后我们要越上手喽。可是那个哇，那个莫林石真的好缺哦。哎，你们是有包包满了？对，我包包满了。在这里，这里。要不要走到前面来？前面有大洞窟。茉莉在哪？我把茉莉叫到前面来，你们顺着那个洞往前就可以了。跟着茉莉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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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可以找到巧克力了。跟着茉莉走，茉莉来找我了。哇，你怎么那么会钻啊？钻到这边来。矮子啊，拜托，吃我斧头，吃我斧头。哇哇，黄金斧啊我。头上，哎、呀，嘟，哎，嘟嘟嘟嘟嘟，好多好多好多，哦哦，不舒服。这里，哇，上面有化石，这真的就需要你啦，彩彩。嗯。上面那个，你慢慢来哦。你那位消耗什么、啊？好酷哦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消耗。来袭哦。哪？后面吗？后面有一只。哎，前面来了、哦，前面很多。前面也有是不是？嗯。那应该主要都是从前面来的，后面没看到。哎、欸，我又按到什么了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后面石头爆了，后面石头爆了，后面注意哦。好，前面交给我，你们看一下后面。吃我斧头，吃我斧头。护盾。哇，你这什么护盾好猛？前面有毒哦。烧死你们，烧死你们。有空也多 F 一下，这样子亮一点。对，这是什么架设什么东西啊？呜，灵异舱，好多好多好多！哇，你这架设什么东西啊？好酷、喔！这什么？这不是有点恶心的感觉、啊？这个是虫的，这是虫的。有一只会飞的，很像蜜蜂的。啊！哎、欸，头上烧伤了，烧伤了。OK OK OK。敌军撤退，请敌军撤退。屁嘞，还来了？还来啊？骗人！他讲的啊，他骗人，骗我们。搞屁哟、哦！哪里？后面又来了。哎、好。这台可以干嘛？哦，它可以帮我们打。你有来啊？来不停啊！你有无人机？还在来啊？哎、欸，橘，你这个无人机怎么不知道的？你的吗？不知道，我看地上有得盖，我去拿了。哎、欸，你刚刚说上面有什么？这个，这么远、啊。化石，对，是需要你。哎、欸，又来了。我召唤那个补给的、喔，等一下会到。好，需要补子弹，然后用一用，再玩一次。无人机，哦，那个哨塔，橘你好像就是可以盖哨塔的、啊，你一二三四可以切一下看看。老公，哎、欸，我怎么又？哎、欸，你被空投打死了，你被那个压死了，你看、啊，空投，可以这样吗？你怎么躺在我前面？不要站在空投的底下、啊，靠！哪一个是盖炮盖的、啊？你一二三四个有没有？第四个呢？第四个是那个什么照明枪哎、欸，还是滑鼠中键？像我的中键是丢斧头，我的中键是这个哎、欸，好，这是我的啊。那个啦，炮塔是我的啦。哦哦，就他丢完以后，他自己不盖，是我去盖起来的。你丢出来，我帮你盖的。哎、欸，这里哦，莫林石。太好笑了，哪里？左边，我标记。这边也有。好，我来挖这边。这里也还有。哇，上面很多，说不定挖完这里，哎、欸。我们化石已经够了，对啊，所以就插这个莫林石。猜猜你就稍微看比较高的就需要你去挖，因为我们都没办法垫脚。我们就是一群臭矮子。嗯、对，我们就只能挖开那个山洞再爬上去。哇，好会哦！什么矮子吗？对，来招一下，小帮手。哎、欸，阿彩在哪里啊？阿彩在这里啊。彩彩，那个好好用哦。对啊。
来，大家都要来存哦。存好了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猜猜你的存应该就够了吧？够了，够了。回城启动。冲冲冲！我干掉，干掉。哎、欸，后面有大虫、哦，自爆，自爆的，自爆的，小心！会爆炸。反正已经要回城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们怎么都在上面啊？我在挖钱哦。呼叫空降舱。阿强，你好像托比亚哦。本来就是啊。大家都说你这个很重要啊，你的小帮手。哎、欸，那只虫虫很难打。呜、哦！他是盔甲的。你看他死，他快死，他快死，他死。那个空降舱离我们200公尺哦，所以我们要回去。在哪里？上面。回去。对。五分钟内离开。Follow me， 快！你看得到在哪里啊？那个、啊、抬头啊，有血。对。哦。反正先跟着茉莉走，跟着小帮手走，他已经一直在跑了。我已经走到这里了，你们自己看。我在前面的。哦，哎、欸、啊，那些虫就不理他吗？我觉得我走的有点慢，哎，这是为什么？按 Shift 可以跑。按 Shift 哈。啊、哦。好像有些虫跑出来，不管跟着他拼命走。哎，那铠甲出来了。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急快跑！此地不宜久留。你们先走，我放的 ，OK。快走！哎、欸，从墙壁蹦出来了。茉莉，不要急我。跑就对了，跑这里吗？对，跟着茉莉走。茉莉在我们后面呢。没有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没有，我们来的路程就是这里，你们已经超过茉莉了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啊，这自爆，自爆，自爆！哎、欸，完了，等下怎么上去啊？上去吗？有那个。你们明明就上得很 OK， 不是我们这边有一段是跳下来的呢。有，现在我们都上来了，没事，还有100公尺，反正真的有问题。还有菜菜加油！他、啊、怎么上去啊？走哪？猪猪很多、哦。茉莉走这边呢、欸。茉莉，你怎么走了？茉莉，我就说这边，但是这边我们刚刚就是死。哎呦呦，你跳上去，哎不行，这只是一点点而已。靠彩彩啊、需要钩索或者是彩彩，你们想办法。哦，我们只能依靠你们了。我们帮忙清罐，然后呢？我在找那个点。就是、在哪里啊？头上，要往上，所以你一直垫高，往上。试试看，只能靠你们。被打下来，啊，好烫！小心！哎，盖太近了，我被卡在自己的。谢谢。然后有空 FF 点亮也不错。烧死你！有虫在那种前面，等一下。可以吗？我火焰枪已经快。我要死了。我也是，我要死了。你这钩索好像没有到哎、欸。没有到啊。用挖的，再挖一下嘞。阿姨。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可以，这边。你回来！我在挖！不要再打了！哎，过热卡弹，我先走了哦。等，有怪啊！要杀！我倒地了。先走了。你的喵！怎么前面有虫啊？仔仔，我觉得等一下。怎么了啦？不是你的垫脚石很重要啊！